63岁倪萍现身机场，穿着时髦，瘦了好多，显年轻，还随身带着血氧仪。近日有媒体在北京机场拍摄到倪萍的身影，这也是春节过后倪萍首次公开露面。只见她身穿红色毛衣，喜庆洋洋，被拍照也是大大方方，让人倍感亲切。倪萍虽然佩戴着口罩，但眼角的皱纹减少了不少，本来人瘦就显年轻，外加好好护理皮肤，让倪萍一下子年轻至少10多岁，状态非常好。还记得之前倪萍出现在朗读者的舞台上，因为变胖而被送上热搜，当时倪萍出来真就吓到了很多人，不仅身材臃肿，连皮肤都变得很糟糕。后来出席活动，他还需要汪涵搀扶着，那时才知道他的腿脚出了问题，一下子老了好多，粉丝也深深担忧他的身体。后来经过半年的减肥，倪萍一下子瘦了20斤，这次瘦身成功，倪萍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，状态也是越来越好。今年他还回到春晚的舞台上，与老搭档冯巩20年后再同台，也惹来不少人回忆。虽然倪萍老师不再主持央视春晚，但能在节目中看到她的身影，对很多喜欢她的粉丝来说也是非常幸福了，也祝福她生活愉快，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多多营业。